the side of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se.已经醒了，但他不敢通知家属，我就一直在这守着呢。伤呢？伤倒还好，就是手臂脱臼了，没什么致命伤。敏慧姐下手还是挺有分寸的。说了不用通知家属了，看来你也知道这种事情不能让郑怡婷知道。既然是新总的人把我送过来了。 那为什么我在这儿？其实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不仅知道，甚至还后悔没能揍你几拳。我现在打算告敏慧故意伤人。哎呀，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他能判多久啊？新总有兴趣当我的证人吗？程总说笑了，敏慧只是自卫伤人。 警察来了，抓谁还不一定呢。有了靠山就是不一样啊。哎，近期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把敏慧搞到手的？用钱，还是项目？那我问一下，他胳膊脱臼一般多长时间可以接上？一个月左右能痊愈。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谢谢。敏慧姐，姑姑啊。 我妈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哦，为什么会这么问啊？这几天她总是皱着眉头，我哄她她都不笑。还有，今天爸爸非要让我跟你一起住，他们俩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不想让我知道。真小鬼大，全全，大人有大人的烦恼，那小朋友不用跟着操心。再说了。 你要相信敏慧啊，你不是总说妈妈是个超人吗？嗯，可我还是想哄她开心一下。那，你想怎么哄她开心啊？嗯，啊，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可我没钱。我有啊。可我不想用别人的钱。 Oh, you're so cute. 你简直就跟新奇小说一模一样。啊，这样吧，你想不想知道怎么赚钱呢？你会赚钱？ Of course. 要说起赚钱这件事儿，你姑姑可是比你爸爸还要厉害呢。真的？嗯。这样吧，亲我一下，我就教你。乖乖把饭吃完，我就教你怎么变成大富翁。 敏慧姐，老板已经在里面了。好，但我的事情，我想自己解决。行，我不管敏慧是怎么勾搭上你的，但是我只想问你一句：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接近你只是因为你的钱吗？怀疑过，我甚至还为此伤害过她。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程群啊，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他，
可是你的感情根本就不叫喜欢，你只是想占有他。当然我也一样，嘴上说着喜欢他，却是伤害他最深的那个人。我和他之间深爱过，也恨过，所以未来的日子，只要我心情还活着，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他，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你别逼我，现在为了他，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今天来既然是求我的，是不是应该拿出点诚意来？谁说我是来求你的？你想要报警可以，没问题，我会帮他请全冰城最好的律师，连带你们五年前性骚扰案件全部重新调查一遍，只要出证据立刻起诉你，没找到证据也没关系，我会把这些事情放到网上让大家去评判。啊，对了，听说郑邦国有意让你接班了，你说他听到这种丑闻会不会改变主意啊？你威胁我？没有，怎么会威胁你呢？你现在受的伤比五年前敏慧受的微不足道。走了。慢走啊。老板，你终于熬出头了。不走了，程总早点休息。白安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没想到一干就干到了现在。我的青春和我的一切都在白安。白安算是我曹木一半的人生，我如今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白安。你这么想就错了，不是你有白安了不起，而是白安有你才了不起。何况就算白安被收购了，你也不一定会离开。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你失业了，喂，我养你啊。你干嘛学周星驰啊？你先养好你自己吧。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养你。虽然我现在比不上你，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行啊，我知道了，你又不是我老公，我知道你的心意，我会想办法啊。哎，对呀，我为什么要等着让别人来收购白呢？睡啊？没睡着。刚刚去哪儿了？我……你耍起霸道总裁的威风来还挺帅气的。
你去医院了？嗯，我都听到了，谢谢你。那你应该相信我了吧？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我最近啊，就总是会想起五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候的样子。也不知道这棵树什么时候能长到那么大。其实仔细追究，是我先认错的你。但是却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在你身上。明慧，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只要时间够长，最后留下来的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看来是真的。或许和时间没什么关系，痛苦还是美好，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境。明慧，相比于五年前发生了什么，我更在意我们的未来。我不会让自己一直活在过去，你也不应该。你说的对，我们不该一直活在回忆里，就像程启让的事情一样，都该过去了。那天啊，收拾你房间的时候，在你床头发现了这个。心情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给我戴上。真的起来了，快点快起来，干嘛呀？你们太过分了。全全，是这个样子的。全全，这个问题呢，你得听爸爸跟你。你们两个一起睡觉，为什么不带我，还把我扔给姑姑？哼。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不行了，不行。敏全全，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啊。没关系，爸爸一会儿开车送你，绝对不会迟到啊。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我儿子我惯着怎么了？惯着是吧？谁都别想睡，都不许跟我睡。嗯，不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全全，爸爸。全全，上幼儿园去了。爸爸再睡会儿。嘿，小坏蛋，走，穿鞋。好香啊！快吃早餐，一会儿全全来不及了。你穿的是什么呀？儿子选的。有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气色都变好了，那谢谢你啊！来，快走。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啊。嗯，你说。今天我陪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吧。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收拾你和全全的东西啊？难不成你还准备跟我两地分居啊？我觉得啊，就算是情侣，
也要保持一个私人空间吧。我没有打算搬过来跟你住。你说真的呀？真的啊。而且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看起来没有问题啊。哎，其实这两天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不知道哪儿不舒服。是吗？Xin Qi，别装了，你快给我吃早饭，我要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了。儿子，上边上出去啊，爸爸在这说正经事呢，快去。不要不要。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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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哎呦，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圈圈，要谁喂？爸爸。爸爸喂，爸爸喂。拿错了，那个搬过来吧。快，儿子自己拿着吃好吗？不行，求你了，不行，快点吃，来不及了。曹总早。早。曹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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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早。曹总早，曹总，你今天真漂亮。早。不是你有百安了不起，而是百安有你才了不起。曹总啊，到底多重要的事儿，非得等敏慧吗？我这后边还有俩会要开呢。何总，再等等，我向你保证，等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一定比你的会要重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来的路上才看到你发的消息，怎么了？好，人齐了，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呢是机密，所以我希望任何一个字不要传出这间办公室。你是要说收购的事情吗？跟观潮有关。观潮也加入收购战了。嗯。没关系。他收他的，我们收我们的。我们？没错。不管百安最后落在谁的手里，都不会比现在好。与其任人宰割，不如自己做主。MBO? 对，没错，就是这个。管理层收购，我们百安的几个高管联合起来，再找几家风投和私募基金，以管理团队的名义去竞标，不是没有胜算。你是认真的？当然，如果成功了呢，我们会拥有更自由的运营空间，也可以更大限度地保住我们团队、项目，还有科研成果。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但钱从哪儿来啊？就算是有风投，每个高管也得出到几百万。你有点太高看我了吧？你是核心技术人员，你可以技术入股，再加上一部分资金。远来已经不要我们，我们不如背水一战，积极自救啊！二位，干不干？现在蓝鸟可动用的资金只有3亿，要收购百安远远不够。我已经让哈迪去联系银行了，准备贷款。董事长，老板。银行那边给我们回复了，说是最多能给我们批2亿，但是需要用蓝鸟的股份做抵押。No way。这不也是我们做风投人最大的意义吗？
哈迪，哎，帮我订明天一早的机票，在我上飞机前把百安所有的资料整理成 PPT 给我。放心吧，董事长。算我一个吧。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到我啊？我们的关系好像没好到能合作这么大的事儿吧？您是百安的总经理啊，我们如果推荐 MBO 肯定避不开你，与其这样不如多一个战友少一个敌人。那钱呢？你不管私募也好风投也好，这么大一笔钱可不是说找就能找着的。我认识几个投资公司的老板，银行那边呢我也可以去联系联系，风投其实我已经联系过了，至少有三家对我们的提议很感兴趣。这样，如果你们能在两个礼拜之内找到有意向的投资人，我就参与。没问题。我算一半了，等一下。哎呦，这算什么呢？算我的余额。缺钱了？怎么了？曹木打算联合我们公司的几个高管推荐 MBO。MBO？ 嗯。你们还真是有魄力啊！曹木算了一下，百安目前的市场估值在10到13亿之间。如果要推进 MBO 的话，我们几个管理层的人至少要出到3.5%，也就是说10到10亿就可以了。嗯哼，如果能融资到13亿，赢面就非常大。没错。啊，和我预估的差不多。这个曹木是做了功课的呀。对啊，他这几天每天熬夜都在为了 MBO 的事情。哎呀，我是真的很想帮他，但是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解决呢。我想帮也帮不了啊。那可不一定啊。哦，我怎么忘了我身边坐着一个财神爷呢？财神爷，嗯，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这个嘛，看你表现了。嗯，那我好好给你表现一下，这样够不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错了，不错，不错，不错。你好，我问一下，那个芭蕾舞是从这儿散场吗？是的，就是这儿。谢谢啊。子舒，哎，这是送给你的。你送了我就得收吗？而且谁告诉你我喜欢玫瑰花呀？我最讨厌的就是玫瑰。哎，子舒，以蓝鸟现在的情况呢，多了确实有困难，但是5亿，我帮你们搞定。那么，不行不行，太多了。你不要有压力，我这么做也不光光是为了你，也为了百安和蓝鸟啊。明天让曹木来公司，我和他谈谈细节。嗯。那 MBO 你个人需要多少？曹木跟何海翔他们一个人出到600。我呢算技术入股，出到300就可以了。价格还算合理。嗯哼。
那明天下午这件事情我想自己解决。如果说我真的解决不了，那就说明我的实力没有到，那我就退出 MBO。 你有必要和我分得那么清吗？我还是想靠自己去解决一些事情嘛，再信我一次，我可以的。好，我尊重你的选择。嗯。哦，对了，如果说蓝鸟参与了这次收购计划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有一点敏感，你知道的吧？我不想让何海翔他们多想，所以咱们俩现在的关系还不能往外露。对啦，你怎么那么聪明呀？不愧是我儿子的爸爸。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想收走我的名分。什么名分啊？新大总裁能不能少看点电视剧啊？哎呦，我知道委屈了。那要不以后在外面都听你的，在家里也听你的。真的啊？那先收点利息。这个利息是你自己放弃的？不是。一起睡呀，圈圈，乖啊，爸爸抱你回去睡。嗯，我今天就想和你们一起睡。圈圈，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之前不总是自己一个人睡吗？对呀，这个床太小了，我们睡不下。哼，以前怎么能睡下呢？你们还一起给我讲故事，早知道就不帮你追敏慧了，有了敏慧就不要儿子。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生他。那要不今天算了。不行，爸爸抱你回去。哎呦，妈咪救我！妈咪救我！把这个拿上，这个拿上。圈圈，鳄鱼陪你啊。圈圈，哎，我真是坏妈咪啊！放我下来。邻居都睡觉了。圈圈。你要体谅体谅爸爸。体谅是什么意思呀？体谅就是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你要学着自己一个人睡觉了啊。我还是小孩子。不是了，你是钢铁侠，是大人了，今天就让他陪你啊。总之不许再去我和敏慧的房间了啊。啊，睡觉，晚安。现在大人真靠不住。睡着了，看来是真累啊。在我怎么舍得睡呢？新奇真的答应了？嗯，但是蓝鸟最多只能出到5亿，至于剩下的，我找了两家私募公司，其中一家对敏慧正在研究的心脏 AI 建模技术非常感兴趣，基本上可以答应出资。至于另外一家还在考虑，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只是在考虑利益分配的问题。明慧，明天你跟我去见一下投资人，用你的专业角度给他一点信心，没问题。这太好了呀，我就说嘛，咱们百安的价值有目共睹，原来卖了咱们他们也得后悔。那要是当初心脏 AI 建模技术没能上嘛，现在可就不是万人抢的局面了。哎，现在说这个没意思了啊。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还是多考虑考虑以后吧。如果咱们收购成功了，我就负责管理层面的事情，至于研发项目还有技术，全权交给敏慧负责。如果收购成功了，大家都是股东啊，当然由他来负责了。但是何总啊，到时候你那个丁乙峰你打算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那如果以后公司是我们自己的，我可不养这种闲人。哎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看看能不能收购成功，至于后面的事情都好说，都好说。走吧。那这个事儿哟，曹总，先不说了，走。拽什么拽？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呢？何总，他俩又要干嘛呀？没有干嘛，找我说点工作上的事儿。何总，官潮是不是真的要收购咱们了？我怎么知道呢？新董事长那边我什么都问不出来。再说了，谁掌管公司跟咱们打工有什么关系？做好分内的事儿就行了啊。那是，反正我就跟着你了。那您先忙，我出去了。哎，你们两个把眼睛线都闭上。嗯，行行行，闭闭。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嗯，这是我自己穿的，送给你。圈圈，你叫我们出来是为了送我这个吗？嗯，你前几天一直不开心，虽然听嘀咕咕说大人的事情大人自己可以解决，可我还是想哄你开心一下。你喜欢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喜欢，妈咪特别喜欢。你这个链子啊，穿得特别的好看。谢谢全全啊。行了行了，儿子，我的呢？你先闭上眼睛。好，闭。可以睁开眼了。这是送给你的礼物。什么呀这是？这是跟我同款的。啊？还真是同款的啊。长得跟你真像。送给我的。哎，圈圈。哎，圈圈真的是好多了。子珠啊，哎，我专门问过花店的人，花店的人说这个季节郁金香最美了，我专门给你买的，怎么样，喜欢吗？你知道郁金香花语是什么吗？不知道。博爱，还真挺适合你的。我不知道，要不然你以后告诉我你喜欢什么花，我直接买给你啊。我什么花都喜欢，就是不喜欢你送的。哎呦，哎，你别跟着我了。我真不是这个。不许动。不是，你行不行啊？我都这样了，你不扶我一下？不是，你不让我动的呀。我来看看你崴到哪儿了，疼不疼？来，我看一眼。用不着。这崴脚可大可小的，我先背你吧。来，上来。你是我的谁？我才不是这么随便的人。
你这可怎么回家呀？啊！哎，子柱，你是不是累了？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啊？我这都没逛好呢，你累了？不，我说好了今天陪你出来逛街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啊。走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这么夸张吗？我能不穿这个东西了吗？我又没逼你，你要是不想，就走呗。别，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不是你怎么穿这种袜子呀？你还以为你是小朋友啊你？就挺可爱的吧？幼稚！快点！等等我！贺总早。早。哎，对了，曹木呢？哦，他先上去了。哦。贺总。嗯。新总，早。啊。麻烦各位稍微让一下好吗？谢谢，谢谢啊，新总，您请。新总早。谢谢啊。早。对不起，再让一下啊！您先请，新总。女士优先。哎，别，新总您请，您请。哎，您请，您先。何总。可在又被酸雨，可在又被
chasing back. Went through all the sweet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ubtle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y. Find your love.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 I feel lost. We're slowly falling to my arms.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Baby, you make my world so perfect. Stars miles away.由于咱们的这个收购会议啊，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特地的安排了这个第三方的会议室，希望辛总别介意啊。没事。好。今天把大家都请来啊，我们就是以 MBO 收购融资一事，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商讨。如果双方都没有什么问题，咱们最好今天就把合同给签了。按照我之前和你们曹总聊的投资计划，我们蓝鸟出资5亿，你们管理层按照原定的份额，计划不变。然后我再给你们0.5个点，一共是4个点。辛总不愧是大老板，做事情就是爽。我还没说完呢。我知道你们后面还有别的资方要进了，但是我就一个要求，无论进来多少个资方，金额绝对不能超过蓝鸟。蓝鸟要对百安进行绝对的控股。辛总您放心，目前除了蓝鸟还有2家风投公司谈得比较深入，其中一家可以出资到3亿。至于另外一家，等一下和敏慧去谈一谈就知道了。我向你保证，蓝鸟绝对是百安最大的股东。好，我没问题了。那好，敏慧啊，你把这哪来的狗叫吗？哦，不好意思，我定了个闹钟。辛总，您这手表很别致。曹总果然有眼光。儿子送的，亲子款，独一无二，连他妈妈都没有。哦，怎么样，和我配不配？配，跟您今天这身穿搭非常配。嗯，辛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合同签了。啊，对，辛总，咱们先把正事给办了。辛总，是合同有什么问题吗？合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毕竟是5亿的项目，我得考虑一下回报。那这个辛总你完全可以放心，你一定能得到你满意的回报。既然有明总监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婆，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这手。老婆，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伤成这样吗？我又不是医生，知道有什么用啊？我想得到老婆的一点关心。没必要吧？你委曲求全留在郑家，不就是为了官场董事长的位子吗？大家都是各取所需，没必要浪费多余的感情。不是，老婆，我其实。思森，下次受伤的时候，记得护好脸啊。毕竟官朝 CEO 被打的这种花边新闻，公关部还是要花不少钱来打压的。我知道了，
晚上我公司还有应酬，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去吧。辛总、何总，那我就送到这儿了。曹总还在那边等着我去谈事情。好，你去忙吧。慢走啊。嗯。辛总，我还有点事儿，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先走了啊。不用演了，你刚刚演的不错，值得鼓励。只有鼓励啊，说好的回报呢？回报，辛总，合同刚签就要回报。合同签的是百安的，我要你的。你别，一会儿看到了。我又不怕，干嘛呀？给一下利息，剩下的。晚上再说，行吗？行行行，这样。哎，子舒，不好意思，我加班晚了。花，这个花专门买给你的。谁要你的花啊？哎，你这，那个，百年好好聊。子舒，等我一下，子舒。推理小说。子舒，书店请勿聊天。既然来了，也别浪费。把这些都放回去吧，我突然不想要了。子舒啊，你累不累啊？要不要休息一会儿？那个，哦，前面有家咖啡厅很火的，我陪你去啊。我不想去。那，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最近新上那个恐怖片，你不是最喜欢恐怖片了吗？我带你去看。我说了，我不想看。那你想干什么？我都可以陪着你去做啊。我想让你闭嘴。这哈迪在全军打球，应该回来了呀。那你也不用每隔30秒去看一次你的表吧？这只表，一定是全军精心挑选的。我问过了，他给我买完项链之后钱不够了，只有你这一款是做降价处理的，所以基本上等于是买一送一。你说让儿子喜欢我多一点，这么难吗？那要是在公司，我肯定说儿子喜欢你多一点，但现在可是在家里。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在公司你是大股东，我肯定要哄你开心，对不对？但是在家里呢，你是我的男朋友兼我孩子他爸，所以说你哄着我。你还知道这一点啊？一顿饭了就一直看着手机，这么帅气逼人的男人坐在你面前，你整顿饭看都不看一眼。你要买房啊？哎，不对啊，你要卖房啊？我想了一下，短期内能够凑到一大笔钱，
最好的办法就是卖房了。哎呀，不用这样，实在不行我借给你行不行？你慢慢还行不行？那你现在卖房了，你和全全怎么办？住哪儿啊？你笑什么？没笑。我刚刚看到了，确实这个房子挺着急的，也是唯一的办法了。找好中介了吗？没有。你没找好，我赶紧帮你问问。喂，二弟，帮我联系一个房产中介。卖房。不是，我是敏慧。那个，你俩到哪儿了？嘘。好，注意安全啊。到哪儿了？吃饱了吗？没吃饱。没吃饱也别吃了，别吃。你下午只付了利息，这晚上尾款得结一下了。尾款。尾款。你。哎。别吃，别吃。快，他们还有两个小时再回来。你让我辞职，我也辞了。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到官场呀？这么待着，我都快闷死了。这样吧，你要不帮我做个事？你说。我听说曹木和何海翔打算推进 MBO。你想想办法，帮我打听一下，看看他们团队的收购标的是多少。你真的要收购白安啊？不对，你是因为敏慧。怎么可能？他配吗？我收购白安也是为了观察的未来发展，白安这两年发展的够猛的，无论最终谁收购成功了，对于观察来说都是一个大的威胁。那与其这样，不如把他握在手里。那倒是，但是敏慧他……我答应你，一旦我收购成功了，第一个让他走人。米小姐，你的房子保养的还是很好的，南北通透，户型也方正，小区的绿化和物业也不错，只要放盘出去啊，肯定不愁卖的。唯一的问题是，您的要求是全款，又是急出，那价格上就会比较被动了。嗯，我明白，我这个房子卖350，应该也能体现我的诚意吧？确实确实，我就先给您把这一套放盘出去，要是客户有意向的话，您一般什么时候方便看房呢？随时，你什么时候跟我们预约，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好，那我回去就放盘，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走了。好，我送送你。谢谢啊。两位不用送了。那拜托你了。好。我卖房子，你那么积极干嘛？我帮你还帮错了？我承认，我就想着你这房子卖了没地儿住了，那你和全全是不是就能搬到我那儿去了？我就知道。哎，我知道你想要独立的空间，没关系啊，我家房子够大，你不光有独立空间，你还可以盗梦空间。敏慧，我真的想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见你，你就当为了我牺牲这么一下，就一下下。我觉得全全也一定很开心的。现在确实是没有很合适的去处。Yes。收拾一下东西，把要用的带着，不用的到时候请他们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哦。我来。早。早。哎，早餐我给你做好了，吃点吃。哇，这么丰盛啊！哎呀，还有我最爱吃的鸡蛋。牛奶还是橙汁？牛奶吧。我给你倒。藏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哎，对了，你今晚要是没事的话，你能不能早点回来？什么事儿？没事啊，就是我看你最近太忙了，想做点好吃的慰劳慰劳。我尽量吧。好，牛奶。刚说完李东西，你就弄了五个箱子出来，考验我是不是？少来，能收一点是一点嘛，免得到时候搬家的时候手忙脚乱的。哎，怎么了？舍不得了？这个家，从首付到房贷，都是我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这个沙发，还有全家的那些玩具，还有设计，全都是我一点点弄的。我曾经真的以为，这个家就是我跟全全这辈子的家。不哭啊。那要不，咱不卖了？别卖了吧，我不想办了。卖还是得卖，不能不卖。我知道，我就是有点恋旧。房子嘛，我知道的，卖了的话，我赚钱再买就行了。房子不等于家，家人才是家，有家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家。那以后我和全全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也是你的，都是我的。赵明慧都是女人，她肯定有办法。快进来，不用换鞋。啊？为何？你这是干嘛呢？我近期打算把这个房子卖掉，所以先收拾一下东西吧。卖房子？明慧，全全那钢铁侠头盔去哪儿了？就在那里面，你仔细找找，肯定有。对，打算卖掉了。你即将失去我跟全全这样的好邻居，不过好消息是你即将得到一套你一直想要的书。该不会是你带不走了吧？我这算忍痛割爱好吧？本人正式通知你一下，我已经成为敏慧女士的正式男友，未来的老公，所以呢，保持一下距离啊！谈个恋爱而已，就要卖房子？我和敏慧连做个邻居都不行啊！不是我要买房子，是我们百安的管理层打算联合起来收购百安，所以我需要一大笔钱。哦，误会你了，怎么着？以后做大老板了？别开玩笑了，先看看能不能成功收购吧。哦，对了，我下午要跟曹木一起建一个私募基金的人。你先坐。哎，坐。哎，行，你不用管我，你忙你的。行，我忙。钢铁侠，你这么有钱，还需要敏慧卖房子凑钱啊？我想给他钱，但是他不收。收起那贱贱的样子啊！本来还想跟你支个招呢，现在看你这个样子，免谈。靠你，还不如靠我自己。不过你还真能帮我一个忙。说起你那贱贱的样子，这个蔡总呢，跟你们家新奇一样，都是投行的后起之秀，只不过他们家的投资规模呢，没有蓝鸟大，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进入医疗科技领域。那当然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跟新奇比吧？切，看给你得意的。也不知道是谁啊，当初说我这辈子也不会跟那个新奇有任何关系。那也不知道谁说的呢，
说自己好怕陷到爱情里面去，结果现在不还是跟陈家俊甜得死去活来的。我现在就是希望他不要想开。又吵架了？吵架就好了。他要跟我求婚。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了，我都看到婚戒了，在上面还刻着我和他的名字。真是没想到小小年纪那么有魄力。可以啊，大姐，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我那几个前男友分手。我知道啊，你不想结婚吗？可是这个陈家俊说不定会不一样呢。是啊，他是跟我那几个前男友不一样，但是这不代表我会为了他接受婚姻啊。OK， 那你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凉拌呗。来了来了来了，先聊正事。蔡总您好。曹总。你们认识啊？真巧啊。那太好了，请坐。您坐您坐。哎，阿姨，啊，关一下，关一下，关一下。您别在这忙活了，茶水间地上有滩水，赶紧过去擦了。回头有人摔了，事儿就大了啊！啊，来来来，我帮你。我自己来。去去去，那边。哎，好。你们一定有什么事还瞒着我。蔡总，虽然说百安的专利不算多，但是我们能保证我们的每一项都领先于同领域的其他产品，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心脏 AI 建模技术，这项技术。关于这个，你刚刚和上次见面的时候已经说得够多了。蔡总，上次实在是不太好意思，我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事没有处理清楚，我跟您道歉。怎么？难道你觉得我是那么没有风度的男人？啊，那当然没有，肯定不是。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对你印象挺好的，尤其是说到自己专业领域的时候，那种自信，挺吸引人的。啊，谢谢。对，敏慧呢，她是个工作狂，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在整个编程技术圈里数一数二，没有人不服她。在百安科技领域里，核心技术都是她带头研发的，那可是我们的灵魂人物。这个我相信，在我的投资原则里有一条，就是人才的价值。既然明总监在，白安应该值得一投。祝我们合作愉快。我把合同改一下，发你邮箱里。好。我后面还有约，我们今天就这样。行，那我送你。留步。蔡总，慢走啊！这不愧是你呀，曹总，这么轻松就搞定了。妈，学着点儿。走，吃饭去。啊，其实我觉得那个蔡文斌挺不错的，上次要不是新奇捣乱，说不定你们就成了呢。你这话敢当新奇面说吗？啊，我可不敢啊，他可是我们财神爷，我可不敢得罪。哎，来了，财神爷来了。秦总好。哎，你好。你怎么来了？周如记说他有个朋友要来看房子，我来接你一块儿回去。哎，你们俩现在这个样子，那在何海翔他们面前是怎么装的呀？那你得问他呀。曹总，
送您。别啊，免了，我怕我们新大总裁觉得我这个电灯泡太亮了。那我走了。明慧，嗯，明天记得给蔡总打个电话，好好谢谢人家。我打呀？嗯。蔡总？哪个蔡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见的投资人呀，又年轻又帅气。哦，跟敏慧之前还相过亲呢，人家是看在敏慧的面子上才投的钱。敏慧，真棒！相亲哪一次相亲啊？你不知道那一次了。谁啊？你不认识？没谁。曹木，你要让男人有点危机感，免费教你呢啊！秦总，我走了啊，拜拜。我谢谢你啊，曹老师。哎，曹木。哎呀，谁呀、啊？那个没谁没谁，你别让谁呀、啊？收入进等级了，收入进该等级了，我们赶紧走吧，真的不重要。你已经不是观察的总监了，你说这程启让也太不爷们了，这不过河拆桥吗？我听说百安的高层在四处融资，打算启动 MBO， 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没你的份儿吧。有没有打算离开白岸？你什么意思啊？你应该也听说了吧，观潮打算收购白岸，一旦收购成功的话，百安的人事任免就是我们程总一句话的事儿。你在百安这么多年一直被敏慧压着，你就不想扬眉吐气一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那么容易吧？那当然，程总的意思只要你想办法拿到曹木他们的标的，未来的百安研发部副总的位置就是你的。程总的意思？我虽然已经离开观潮了，但是我跟程启让的关系你应该知道吧，很多事情他不方便出面，只能让我来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以后别后悔就行。替我告诉程总，他想要的我一定会帮他搞到手。哇，哎，你这房子可真是太漂亮了。我这价格啊跟你们这个预算啊，哎，相接近的哦。如果你这儿没什么问题的话，明天上午就把合同签了啊，下午我就能给你打全款啊。哟啊，钱先生，您不再多对比对比了？哎呀，叫老钱就行，或者钱德勒。你是周医生的朋友，再一个，你这房子地段这么好，价钱又合理，我这生怕夜长梦多，让人给抢了。老钱都看了一个月了，周边他都转遍了，就这个他最满意。啊，那老钱，我等下就开始准备合同，我明天上午签字。好，哦对，因为我这个着急要搬进来，所以这个。哦，我明白，我明白。您看这样好不好？您签完字、打完款之后，五天内我把这些东西搬走。五天？啊，这五天？那您看我毕竟这么多东西呢，三天行吗？您给我三天。行，那我们说好了，三天。好，说定了。定了。嗯，我还有点其他事儿，我就先走了。哎，好，我送你，我送你。哎，老谢，回见啊。回见回见。出门是电梯哈、啊。哎，
干嘛呢？啊，没什么。人呢？早走了。怎么回事儿？不记啊。啊？我好像遇到情敌了。啊？你先别说，我先说。哦，我们分手吧。为什么？你了解我吗？你就要跟我求婚？你知道我要什么吗？我一直以为你年纪小，不会那么早结婚。我如果一早知道，我就会告诉你，我没打算现在结婚。不，可是你也不能因为我要跟你结婚，你就跟我分手吧？为什么不行呢？如果我们俩对未来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我很舍不得，但是如果你选择的那个人……我接受。啊？我真的接受。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结婚，主要是上次你说我不是你的老公，所以不用我养。我就以为你在暗示我该跟你求婚。不是，谁暗示你了？吓死我！就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一想到要跟你分开，我很难受。那咱们就好好的，不结婚，也不分手。那我先进去洗个澡，然后再好好收拾一下，我们再出去吃好吃的吧。等一下，我先去放洗澡水，你等我一下。我说你这么小的房子，哪儿来这么多东西啊？你嫌我东西多是不是？现在我再搬回去。哎，别！你现在已经掉入我的陷阱了，逃不掉了。我也没有想逃啊。嗯？但是我现在有点饿，我们要不要去吃个饭？出去吃吧。吃之前先加个餐。
等一下，喂，蔡总。哦，行，您等我一下吧，我现在过去。哪个蔡总？是不是曹木说那个？他找你干嘛呀？他说项目上面有些事情想跟我当面说一下，所以我去找他一下。项目上的事找曹木呀？给你打电话干嘛？他说的是项目中的技术部分的问题，这个只能我来啊，曹木又不懂。我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不过呢，你要是觉得特别无聊的话，你可以先帮我把东西收拾了。谢谢你了，走了。老板，外面都收拾好了。明慧姐，哎，他怎么走了？不是说今天为了搬家请假了吗？把这收拾一下。这我一个人怎么收拾啊？哎呀！哎，怎么着？知道自己理亏了，见着我就想躲？丁总监，我调部门是何总同意的，没什么好理亏的。你觉得到了敏慧手底下，他就能一直保你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他也没几天好日子风光了。你在说什么呀？敏总监怎么了？不光是他，何海翔、曹木，啊，还有其他的部门高管，这全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观潮对百安势在必得，啊，敏慧他们想进行管理层收购，那就是痴人说梦。至于等观潮成功收购百安之后，谁才是这个研发部真正说了算的人？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猜得到。丁总太爱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等我当了研发副总，那我就提拔你做项目主管。只要作为助理的你，把这个窃听器找个机会放到敏慧身边，他就可以了。你好好想清楚。今天还是要谢谢你啊，这么忙还愿意出来做参谋。百安未来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觉得充满希望。是我的荣幸。其实这两本也挺好的，蔡总不如就一起拿回去看了吧。还有啊，我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以蔡总的阅读速度应该不成问题吧。怎么又是这家伙？看来上次那招没用啊！以后还得多向你学习啊！蔡总太谦虚了。哎，小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撞到你吧？没事。谢谢。还这么献殷勤。先生，这本书要吗？嘘，要要。前台在那边，麻烦一会儿记得结账。好。哎，蔡总，要不你先去结账吧，我想给儿子买个玩具。好。当误会的滂沱，大
一样。